听说骑士带回来了复原泉水。啊！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？来人，给我拿块镜子。天气太热了，影响了我的发挥。给你个机会，你来。这不行啊！我的美术是我数学老师教的。坏话！啊！领主好帅呀！真的吗？领主，这镜子八折，好评啊！哇，一点都没变，和我以前一模一样。领主以前真长这么帅吗？好像不是吧？难道这泉水真的可以还原相貌？何止是还原，还可以变帅呢！变帅？各位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呀！至于开心成这个样子吗？对呀、我还有件事没处理呢。这里，果然在这里，洛克王国，我就要回来了。我代表正义，代表被你拐卖的宠物，还有代表我的脸。判你终身监禁！终身监禁！领主，你的脸和他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对，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？还想抵赖？你自己长这么难看，就要把我变得和你一样难看吗？那是谁呀？领主，这个，可能你之前的样子真的和他没关系。和他没关系？难道和你们有关系？根据我周密的分析，7月31号的石碑应该就在上面。8月1号就在上面，来一块掉吧。8月1号，我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以后再也不会有宠物失踪了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真可怜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冤枉啊！领主，洛克先生，洛克先生，你看看这份合同，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名。以后就有10%的分红哦。泉水使用权转让合同。20%分红，签字吧，简直就是双赢的生意呀。我们没兴趣。哎，等一下，25%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来签。哇，感谢你们。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把你所有好评留下来，永远都唱着。财神来到我家门，财神来到我家门。谁允许你在这里装水的？如果你也有合同的话。看到没有，这是发现泉水的骑士们的签字授权书。我的合同还有泉水主人的签字认证哦。还给我啊！行，现在你乖乖的推着你的水车回去，我就把项链还给你。我拿走你的合同，你连合同都没有，凭什么使用这泉水呀？把合同还给我，把项链还给我，我就把合同还给你。要不五五分账，我负责管理，你就负责收钱。成交，项链还给我。行，合同还给我，合作愉快。
年七月即将上映，我在电影院等你哦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？沉睡的精灵记忆，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深藏世界的正义魔力，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。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